最明顯咧就係我呢個虎紋位啦，係平滑咗嘅，咁隻眼一樣啦，都係提升咗啦，同埋塊面你可以見到咧，嚿肉係少咗嘅，塊面其實成個已經係瘦削咗啊，提升咗上去啦，成個效果已經好明顯啦。而家我就用咗呢兩隻拉皮埋線精華，再加呢部 HiFu 機去試咗一邊面俾大家睇啦。咁你就會見到咧，成個效果係會再出啲，成塊面係可以即時做一個去水腫啊，成塊面係會提升咗好多嘅。呢兩隻咧，你係唔需要等佢吸收嘅，你直接好似我頭先咁咧，擠上去之後咧，直接就好似平時嗰啲美容院咁啦，濕濕地咧，然之後直接做咧，個效果係會更加好嘅。碌咗機咧，大概係兩三分鐘到嘅。嗱，咁大家可以見。見到成個效果先啦，最明顯咧就係我呢個虎紋位啦，呢度係一個明顯一皺嘅虎紋嘅，但呢度咧係平滑咗嘅，咁隻眼一樣啦，都係提升咗啦，同埋塊面你可以見到咧嚿肉係少咗嘅，我呢塊面咧係會肥過呢邊面嘅，所以我特登咧就係做呢邊面俾大家睇下嘅，咁你就會見到呢塊面其實成個已經係瘦削咗啊，提升咗上去啦，拉皮嘅效果已經出咗嚟噶啦 ，V 面嘅效果亦都已經出咗嚟噶啦，成個效果已經好明顯啦。如果喜歡我嘅影片，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開個小鈴鐺，同埋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， 下次見，拜拜。